听今天的新闻节目。北美各大犯人团体今日在纽约召开第16级国大会，会议就达赖喇嘛尊者的安保问题，以及在北美成立藏人协会统一联盟等计划进行了讨论。此外，西藏民主党近日在中国里召开该组织第4届理事大会。详细内容请听刚刚刊登的报道。由藏族行政力量组织主办的北美藏人团体26次联合大会，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。国内是近27个藏人协会的62位代表参与会议，近120个基督教三个藏人和国内代表88次人等也出席会议。据藏人行政力量驻维吾尔大使工作人员顾明加夫介绍，在全世界西藏的每个程度，也会促进国内朋友们如何加强答案了吗防卫式的安保问题，并且看到了在美国设立统一藏人协会联盟的计划。据了解，内阁司长乌沙风格于巴法出席的大会开幕仪式上发言，阐述了西藏自由运动在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，同时赞扬。